薄熙来他能想到有今天吗？打死他100回，打死你1万回，他就想不到，就是我薄熙来会有事儿，说会被习近平给干掉，因为不可能，当时的情况。但是这就是中共的黑帮最后的结局。那吴文康跟我讲的时候，确实那八爷跟他说了，八爷是这个是朱永康吧？八爷对呀，当时排第八，八爷说了，我肯定进场啊。 对吧？那这个接八爷的呀，这政法委整个的这个武警，我跟军队的很好，不光是徐才厚，他跟张海洋他们应该都很不错的，包括刘华清，包括他跟曾江，打死他他都会想不到，他能被抓进监狱，他能成了贪污受贿？妈扯淡！就像他说的，我贪污个屁，对吧？我怎么会贪污？对吧？钱都是我们家的，他在大连有钱，他去重庆有钱，是吧？那陈元要多少给他多少。